在韩国郑王也能吃到半天要烤鱼啦。国内烤鱼界的扛把子居然开到了郑王，干饭文怎么能错过呢？哇，我还上过韩国的美食节目呢，自助区每人加1000韩币就能随便吃。刘星是你吗？烤鱼有五种口味，今天咱先尝个人气最高的吧。这也太诱人了吧！我先尝一下。表皮是脆的，然后里面的鱼肉特别软嫩，我感觉烤的鱼皮特别好吃，特别腥。它真香啊！还可以往里面下一些蔬菜什么的，就很有那种涮火锅的感觉。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特别爱吃菌类的？里面还有土豆，筷子一夹就碎了。红面好吃不？嗯，好吃。感觉能在韩国吃到国内的品牌真的是太亲切了，想念国内美食的朋友可以冲了，看我这肚子撑的。关注我，带你吃玩韩国。